谢。接下来是野蛮女友组野兽跟小薰。河道小薰和野兽是一对女压男的组合，这两个人练习的运动又是如何？ Hello， 大家好。我是野兽，小薰，你白痴哦！你刚才讲啊，没有，因为今天呢，我们有很碰巧的，就是我们要双人舞蹈比赛，然后这一次我又跟他一组，然后开心，然后这一次我们就是有是请人家编排我们，请老师编排，对对对，然后有一些剧组上面的，然后本姑娘，我最爱是什么 ？I touch， 因为我很爱 touch， 超烂，而且第一次超紧张，因为第一次是第一次男女合舞，然后我是第一次跟女生跳，然后那种 touch 的感觉真的。吓一跳，亲嘴啊什么的，没有亲嘴，就是有到就是会碰到，对，就是那种那新娘也会让人家害羞。放心好不好，我们并不想进步中，所以我们并没有做那种 over 的。倒是没有出现想象中的火爆场面，正式表演的时候是不是很多的炫目呢？双人舞蹈压力很大，因为什么？因为其实压力很大，因为我知道我们两个可以讨论很多，因为时间很闲，因为像今天有很多表演，然后我也有讲说他，因为他不想要让我觉得就是都在跳舞会很吃力，所以他有想一些剧情。然后我后来想一想，就跟他讲说，我说其实你不用想剧情，因为一整支舞我也会好好的把它学。你们要塑造的是一种怎么样的一个感觉？学生的恋爱，青涩的爱情。哇、wow ！请问你们有在练习的时候，就是刚刚那个很近的有听到吗？每次都这么近啊。有亲到过吗？没有，没有。你看他都戴帽子啊。戴帽子就是紧张的位置，安全对，安全距离。所以现在在练习那个位置。我都会戴个帽子。哦，他用鸭舌帽的距离。对对。万一刚好风大。哈哈哈哈哈！先看一下好了，不会怕有失误的地方吗？不会，不会，不会，我很投入表演，所以不会，不会乱想，对啊。是，大木老师刚刚看到这一段怎么样？我想，我觉得你们不是非常会跳舞，就我对你们了解而言，然后可是你们可以做出男女双人舞最重要应该要有的，就是你们的那个气氛，还有你们的制造出来的感觉。一开始比较腼腆，可是比如说，像。男生一开始会有点嘴角的笑啊，有点那种帅气，然后女生又很可爱，那种气氛整个都演出来。我觉得就是这、就是其实就是不用太高的技巧，只是男女双人舞最重要就是要看这个东西啊。哎呦，哎呀，最重要就是要看这种东西。几分呢？同学们，请举牌。三分、四分、五分，一共12分。接下来欢迎的是哪？